You know, if I cannot open the door, I will blow your brain off. I know, I know. We love Japanese. You released us from the dictatorship of English colony. Oh, thank you, thank you. What is your name? My name is Taripati Singh. Tari? Taripati Singh. Taripati Singh. Yes. Good boy. Thank you. Ika. Seiko aru namida. Shippai iru sai. Ryanton o toru zo. Ano otoko ga. Atama o tsukai yo. Ryanton wa atama no ii otoko da. Ano otoko nanda yo. Who? Ryanton? Yeah. Ryanton general just left. What? Really? Just before some time he left to his country with his plane. <音>怎么不让走啊？不让走，电话里说委员长要第一时间见到咱俩，让咱俩等着，派孟祥过来接，已经在路上了。 等着吧，哎，我看看这个，这就是那台拍那个情报的照相机，应该是吧？这个相机啊，全世界就出了1700台，专门分配文件的，好东西。哎，我现在啊。 对这个米兰尼小姐的真实身份很感兴趣。雅尔塔情报的真实性已经确定这个女人跟日本人没什么关系，那就更有趣了。你看啊，一个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拿着这么重要的情报跑到我们的大使馆来，而且在你最危险的时候还干掉了几个日本人。 还把你送上了飞往加尔各答的飞机，这太有意思了。嗯，这个女人确实是值得研究。啊！哎，米兰尼患有失忆症，这事儿你知道吗？ 失忆症？你相不相信他有失忆症？反正我是不相信。你应该不相信。你又想说我多疑？我告诉你，我这一次还真不是多疑。哎，你以前认不认识这个米兰尼？我怎么会认识他呢？不认识。 那你认不认识一个跟她长得非常像的女孩？漂亮姑娘总是给人印象深刻的吧？对漂亮女孩的鉴赏能力，你一直都比我强。这方面我倒是不谦虚，以后找机会啊，我好好的给你提高提高。脸皮真厚。曾光熙。 已经盯上了米兰尼，这让梁彤不寒而栗。梁彤了解这个陆军大学的同学，他是一个精明能干而深藏不露的人。米兰尼如果说自己患有失忆症，那他和中山惠美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但他为什么要对自己掩饰真实的身份呢？梁彤感觉危险在无影无形地向自己逼近。
哎，过来，哎，过来，这个这。啊。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杨素雅。哦，杨素雅。妈妈，妈妈，爸爸快要回来了吗？是啊，爸爸要回来了。小狗是投降了，爸爸就快回来了。对呀，小石头最乖了。你看你们来的正好，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哎，你没看见小田子他吗？没看见啊。哎，怎么回事？这小田子和秀姑不会迟到吧？小田子一大早就去接新娘了，他们不会晚了吧？集体结婚是不会等人的。对对对，那我去找找他们啊。快去看看。来，过来，别乱。爷爷奶奶好吗？门前轮不到他们撒野，这是陪都，天子脚下，又得你撒野。把他的刀给老子下了！爹，他嫂子下了。爹，丫头，听话，赶紧去把婚礼办了，好吗？我不，婚礼你一定要在。你一定要在听话啊。小天子，你过来，放他过来。小天子，我把秀姑就交给你喽，赶紧去教场口，婚礼还来得及哈。叔，放心。丫头，听话啊，乖娃娃，来吧。乖哈，我走了。所有人撤！停下！快停下！我就不信魁叔会去白起。四川人不可能丢这个人，台儿庄、长沙会战，川军都是怎么打的，谁不知道？我爹突围出来了，是被包围的部队去了白起，又不是我爹。魁叔是个能打将军，一个军都打没了。魁叔说部队让日本鬼子打光了。我不信。朱家的人都上船了吗？走了，回老家了。我让他们在家等消息，然后随时回来。秀姑啊，我看你就在这先住下吧。这儿本来就是你们家的房子。魁叔呢，和老爷子是几十年的袍哥兄弟，你在这儿和自己家不是一样吗？我明天再去问问消息。这梁童要是能早点回来就好了。就是就是，
小童子要是回来了，肯定有办法呀。鬼叔对小童子、对这个家有大恩，秀姑，你放心，我们绝不会见死不救的。吃饭，叔，我陪你喝两杯。小石头、小篮子，快进来吃饭，别玩了。小石头、小篮子，下来吃饭了。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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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挨什么挨呀？啊，一年多不见，话都不会说了。你也知道一年多不见了啊？你往回打了几个电话呀？经常打电话呀。我怎么没接着？每次都是石阳街，我们聊得可好了。你净扯淡，你净。哎，今儿准备的什么酒啊？酒有的是，胡子奇也回来了，一直嚷着要大喝一顿呢。喝死他我！好啊，这一年多不见，连发型也换了。哎呀呀，别闹，说正事儿。老头子等着呢，赶紧拿着箱子跟我走。是你拿箱子跟我们走。嘿嘿。听话。哎呀，听话。真想见你，长官。我也是。好样的，可把你盼回来了，准备跟您大干一场。我也这么想啊。放心，这次多亏你了。哪里，应该的。部长，咱们别站在这儿说了。啊？怎么存在个？下飞机没来得及换，我已经让石同事备好了。走吧。水还热吧？哎呀，太舒服了！这个造型，啊，你可不知道，这趟飞机把我坐的骨头都散架了。哎，哪儿都没家里舒服呀。是。哎，嗯，彭子呢？啊，陈部长私人谈话。哎，一会儿先亲自接见你们啊。哦。哎。嗯，好长时间没见彭子了。变化挺大的，你觉不觉得？是吗？我也一年多没见他了。哎，洗完澡就饿，有没有吃的？哎呀，早就给你准备好了，知道你嘴刁，我亲手给你做的。不愧是侍从室，好孩子。等会儿。你从英国寄回来的诺曼底登陆的计划呀，我们大家都看了，很欣赏先进的作战思想的。这个两栖作战方案啊，和我们东北营口的情况很相似。这次把你从英国调回，国内需要人才啊。梁彤，我问你，你认为日本政府会如何应对亚尔塔密约？日本为了迅速从中国战场抽身，只有战和和两手，战则决战，以压倒性的胜利逼迫我国退出战争，和则速谈，归还我国的领土，换取我国的停战。和，作为军人我不考虑。长官，日本人一直想跟我们决战，剑锋所指也一定是重庆，想摧毁我们的大后方，只有这个方向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说对了，刚从宁车的玉碎计划今天上午被他们的参谋部通过了。
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搞掉重庆。是的，冈村宁次确实非常的顽固。根据国际的形势，还有我们的实力，完全可以组织一场大型的会战，和冈村宁次决一次战，我们有机会夺得全胜。从此以后，对日作战可以进入全面的战略反攻，而且也可以向世界证明，中国人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长官。 我请由领兵参战，参加对日的最后一战。这个战俘由你去打，你另有安排。来，现在的形势很复杂，日本人滚出中国之后，得东北者则得天下。啊，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要确保国军呢，在第一时间登陆东北，啊，确保控制东北。你研究过诺曼底登陆？ 所以蒋先生决定啊，把战后国军驻防计划交给你来制定。这是个巨大的工程啊，担子不轻啊。在这之前，你要对全国的情况来一个彻底的摸底。确实需要详细的调研。啊，这是个秘密的工作，对外言称你是军政部军备厅副厅长，这样啊，可能便于你开展调研。梁彤没想到。 陈诚给了他新的安排，国民党战后国军布防计划，对延安来说是个极其重要的情报。他想知道党对这方面的指示，然后再采取行动。这个小组里还有什么人员？曾光熙负责搞情报，目前就我们三个。如果还需要什么人，你提出来，我们可以调。长官放心，一定不辱使命。 啊，孙杨，来来来，过来。梁大将军，我们又见面了。那我开涮是吧？在加尔各答都没来得及说话，你就走了。我和宋女士回来一路都在说你，说雅尔塔的话题。大家都在谈这个话题。蒋先生和宋女士已经在等您了。去吧。请。 受召面见国民党最高领袖，也许是不少国民党军官所期望的，但梁彤却心如止水。他所希望的，并不是个人所获得的什么荣誉，而是将忧患天下化为个人的承担。他内心坚如磐石的信仰，就是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国家统一、民族强大、百姓幸福的目标。他早就告诉自己。 你小子搞什么鬼？跟我见面找这么奇怪个地方？这是我刚建的一个点儿，就是为了处理一些秘密的人和秘密的事儿。鬼点子那么多！来，快坐。这什么意思啊？
回来了吗？这给您接风。我吃过了。饭可以不吃，这酒一定要喝。这是您东北老家的酒，特意给您找来的。尝尝。怎么样？嗯，还真是正宗粮食酒。吃点菜。说吧，什么事儿？米兰妮小姐的背景我们查了查，她有个中文名字叫凌云剑。民国22年，她去美国留学，先到了三藩市学习语言，后进入美国加州伯克利分院，之后没待多久，她就去了耶鲁大学的法学院，在那里她参加了一个叫骷髅会的组织。在这个组织里，她结识了不少政界有背景的人物。民国31年，她就派到美国驻英大使馆工作。这民国22年之前的历史是空白的，只知道他受过重伤，失去过记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从上海去的美国。那个时候我也在上海啊。李志，嗯，把上海那几年的档案都调出来，仔细查查，最好能找出相关线索。好，我立刻就派人去查。另外你要记住，这个案子是你在办，我什么都不知道，明白吗？米兰妮的这个案子牵扯到一个人，梁彤。明白了，是我私自去查的，跟上级任何关系都没有。之所以把这个案子放在你们重庆站来办，就是因为不需要那么多顾忌，可以放手去干。另外，方法上要灵活，也要隐蔽。明白。嗯。局长，敬你呗。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した。自分は失敗しました。梁董を捕らえることも、そして情報の漏洩を食い止めることもできませんでした。死ねと言われれば返すこともありません。ですが、その前に一つだけ、最後に一つだけお願いがあります。なんだ？ずっと考えてきたんですよ。こうなったら中国と和解するしかありません。自分が何を言っているのか分かっているのか。日本を救うにはもうこれしか残されていないんです。全勢力で四川を攻め、中国に降伏を迫るのではダメなのか。ダメです。絶対に無理です。もしもそれが可能ならば、我々は41年よりも前に、今よりも容易にそれが実現できていたはずなんです。今や中国軍の力は昔とは違う。我々の占領区域内も対抗武装勢力でいっぱいだ。もしも四川の戦いに主力を投入すれば、後方は必ずまた戦火に包まれる。そうなると、皇軍の力をもってしても中国との戦いをやめさせることはできなくなる。司令官殿、どうか自分を信じてください。辻正信、君を信じよ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こまでで結構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辻正信。日中が和平に向けて会談を行うのも君の戦略の一つなんだろう。もし実現すれば、帝国は今の苦境を脱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大本営の堅物どもが君の意見を支持するかどうか、それが一番の問題だ。司令官殿、満州を思い出してください。そうすれば仲直ります。
希望と大和民族が大陸を突き進むその夢だけに支えられていた。数人の下級士官だけで大きな事業を成し遂げた。もうすでに既成事実はあるんです。本日木村司令官殿のご指示を得られました。大日本帝国の未来のためにより多くの人間の賛同を得られるよう努力してまいります。我々の手で日本の未来を変えるんです。しかし梁斗、あの邪魔者だけは殺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血の果てまで追ってでもあの男を殺さねばならない。ヤルタ協定はすでに知られるところとなった。梁斗のことはもういいじゃないか。君の弟が奴に殺されたことには同情する。確かにあの男は私の弟を殺しました。そして私に薬を叶えた。支援と呼べばそれまででしょう。だが私のスパイの報告によればあの男は今重慶政府と皇軍の間でも大規模な合戦を画策しているそうです。重慶政府との会談、これは日本の未来を左右するものです。もしもあの男がこの作戦の本当の意味を知ったら何をしてかすかわからない。危険です。あの男が口を挟まぬよう、いえ口を挟めぬようこの世から抹殺すべきです。あの男がいなくなってこそ大日本帝国を脅かすものはなくなるんです。ではもうすでに奴を始末すべく重慶に人を送り込みました。分かった、私も君と一緒に努力をしよう。さあ行け、潜水艦が君を待っている。小兰子，爸爸回来了，快叫爸爸，啊！快叫！小兰子，叫爸爸呀，啊！叫爸爸！爸！爸！啊！回来了！回来了！您这腿怎么了？没多大事，
鬼子轰炸，走慢了点儿。日本鬼子的飞机一下子满天都是，嗡嗡嗡。快起来，快起来！儿子不行，你快起来，我这好好的没事的。你身着军装，又为国家报效，我不能受此大礼。快扶他起来，快起来，儿子，快起来。爸，我作为一个军人，没有恪守保卫国家的职责，让您受了这样的罪，是我的错。坐下说吧。来。危难之际，你能报效国家，又屡立战功，梁家也因为你而门楣光耀啊！这就是对祖宗的大孝。我唯有你这个儿子，心里高兴得很呐。不过童子，爸有一事相求。爸，您跟我还这么客气，您说吧。以你的官爵、功劳和前途，把你魁叔保出来。梁叔，梁叔，童子哥刚回来，咱先吃饭吧。啊，魁叔怎么了？我说了先吃饭。婶子，弄饭去，咱好吃饭啊，先吃饭。好，先吃饭吧。就是这把枪，威力大，稳定性强，一枪毙命。认准这个人，地址在背面。你办事我放心。虽然在湘西进行大会战的想法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同，但梁桐接到的却是准备内战的任务。从蒋介石对冈村宁次玉碎行动的反应，梁桐读出了蒋介石内心并不想和日本人决战。梁桐决定推动湘西会战的实施，参加湘西会战回到军事决策的核心。他希望通过战功进入军事决策的最高阶层，同时他也希望组织早一点收到自己的消息。从现在开始，每四个月你要寄一份最新出版的美国时代杂志周刊，定期和组织保持联系。米兰尼和梁桐几乎是擦身，他们没有看到彼此。米兰尼接到了赫尔利的指示，立刻飞到重庆，投入到大使馆的工作。他期盼着早日能再见到梁桐。梁桐给米兰尼带来的亲切感是那么的真实，而又虚幻。怎么需要吗？啊，没有了，谢谢。
吃吧。我要吃炒面。你都吃过晚饭了呀？爸爸也吃过饭了。爸爸还准备吃姑姑做的炒面了，你不能吃。好了好了，快吃，爸爸吃饭了啊！快去做作业去。走了走了走。快吃吧，面要坨了。嗯。哎呦，这面看着就香。慢点吃，小心烫啊！一看着这面呀、啊，就感觉回家了。好吃，嗯。良田，你吃面吗？哦，不了，我吃过了。哥做。那你哥俩聊啊。干什么呀？啊，来，大晚上的要喝酒，这高兴，陪哥喝一杯，就跟你喝一杯啊。嗯，对了，刚领了两套军服，他们给我送过来的，你一会儿试试看合不合适。给我的。嗯。来，一路辛苦。赶快试试吧。行，那我去试试啊。这个你拿走，我不喝了。行。哎。小童子，这次回来啊，多陪陪素雅吧，啊！这些年她真的不容易。老王啊，怎么不看了？我看了，不看了。老黄，还来啊？是啊，今天忙，你也来了啊？夜钓才能钓到大鱼啊。是啊。鬼娃子到重庆了，中山惠美就是何美惠同志，中山惠美是他在日本用的名字。何美惠不是牺牲了吗？还是鬼娃子确认的呢？鬼娃子给了一个问号。鬼娃子和何美惠最后的见面应该是出了差错。何美惠是在特科训练出来的。当时古顺章叛变以后，我们党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何美惠对古顺章的手段非常了解，他一直留在上海掩护中央的同志撤离，他的工作非常的危险，古顺章一直在抓捕他。你们一直没有把他撤出来吗？是准备让他撤离前往苏区的，他应该是最后一波。我犯了一个错误，何美惠是鬼娃子的入党介绍人，他们还是一对恋人，我心软了。鬼娃子从日本回来，我安排他们见了最后一面，就是那次见面出了差错，被顾顺章抓住了机会。后来我们准备组织营救，何美惠失踪了，我们分析他是牺牲了。何美惠如果还活着的话，那已经和组织上失去联系十几年了，他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还不了解，不过我会马上派人去调查。鬼娃子现在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了，他努力了十几年，取得这样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中央为了确保梁童的安全，发挥他独特的作用，已启用另一位关键人物，从旁协助他，支持他。你一定要确保他的生命安全，他取得联系，你应该建一个安全的联络点。我立刻就去吧。儿子，累了吧？不用按了。妈，我不累。歇会儿吧，别按了，我要睡了。困了，行，睡觉。哎，咱睡觉。哎。
别走，陪我睡。啊，好，陪你睡。